出国就是要血拼购物女王争夺赛，跟大家推荐，就一去东南亚一定要买很多的饰品，在东南亚买这样子才125块左右，便宜哦。我去韩国3次，然后3次我都在这家店大失血，请大家不要就是错过它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我不喜欢用美妆战利品帮人化妆，结果竟然是哇，好棒！我想帮他再弄一个可爱一点的感觉，你觉得很够劲吗？有啊。9月3号晚间9点钟 ET Today 星光云播报 Live 播出。